锁住，对不对？对，锁住。这是它的钥匙哈。这钥匙真的有作用的。哦，有卡榫啊。哦，刚好45度卡榫，45度卡榫。打开，解说一下。哇，哎，那它的板材，你看，光亮光亮的。它的光显呢？你这板材好好看哦。这也是打开纸铅的钥匙啊，22元的片，打开打开，也是纸铅的，纸铅的。木牌货，45度，顺啊，很好看，打开打开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等一下，好，打开，关，关，打开，好，这里关，打开，这样。你有没有觉得它开关有掉？